刚才是这边两队 PK 的是说的部分啊，接下来的那边两队继续要经受考验，你们要派出哪两位坐上椅子呢？那必须得是爷们儿级的哦。来碰碰烟，这个是我们家的爷们儿。没有，我来。好，来好，刘刚、杨斌谁？我来。杨斌，好。那单纯和彭阳要给他俩加油，好不好？好的。我才知道刚才你那舞蹈动作是什么意思。什么意思？我给你说，记死人了，可能是。我手里要木棍子，就把你腿打折。我以为你触电了呢。你还做吗？嗯，你还做吗？我这道具还要啊。稍微蹲着。好，来，我做不坏。好，来。听个声没？啪！轻点做。好。准备开始，请问什么语言不用出声？什么语言不用出声？什么语言不用出声？手语。正确。请问。我太聪明了。你才答对一道题呢。打电话时说的最多的一个字是什么？哎，我先问的。不，应该是哎，严肃。杨斌回答正确，两人一比一。请问，只要你说出这个名字，你就会把它破坏。它是什么东西？什么块？破坏。对，只要你说出它的名字，就会把它破坏。请问它是什么东西？破坏，破摔。五四三二一，这东西是沉默。请问，有三种说法来说男人都叫什么？爷们儿、哥们儿、兄弟。正确。臭老爷们儿，对。请问汉语拼音当中有多少个声母？一个。错。十六个。错，21个。请问一种东西一个人没法说，一群人没意思，两个人刚刚好，请问这种东西是什么？恋爱。错。哎，这也可以哎。你快出题吧。哦，这个答案是怎么还不想的？哎呀，请问。罐口报菜名当中一共有多少道菜？多少菜？200道。错。180道。低了。啊？190道。低了。玩神秘代码的。我认了，行不？你别在这打吧，这玩意太吓人了。太吓人了，我的妈！哎呦，你太不够爷们儿了。就一个气球就把你闪成这样。哎呀，不对，他们家有一个爷们儿也就够了。最后你们几比几来着？我觉得还是刘刚这边胜的比较多。我一道都没答对。他是答对几个我不知道，但是呢，肯定是几比零。对，这边没答对。没说过话。他答了一个，他答了一个喂。喂，我也答对了。关键是这玩意儿太吓人了，整得像炸弹似的，我的妈！哎呦，你家有个炸弹了，你就又安一个。你这什么意思？还是在这坐着再来一把？不，那你就赶紧起来吧。要惩罚他。